他前面那个颠簸那边，29杀，所以卢本伟是一个实况主啊，斗鱼一哥，中国的那个吧，实况主，之前在打楼，现在在打不进去，对吧？斗鱼一哥，自己开查五五开。一堆锤，一堆在锤啊！妈的，有烟啊，开卡！这场文字，我跟你说，我原本捡一堆烟是想说决赛圈把整个用，整个决赛圈都丢满。哇，我两个四倍了，我要把一个丢掉。看我怎么没有饮料。哇，拿圆盘的，可以捡一堆烟。 然后再决赛圈乱扫，边丢盘在边扫，不知道他怪怪的，就是为什么会有人随身携带圆盘子弹，有没有？对啊，而且这根本背不动吧？开玩笑吗？重点是枪背在背包旁边，就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。对啊，他除非有绑住吧？平底锅。我三甲跟你换卡酒吧，好不好？ 干等下，不要动！为什么？为等下你AK子弹为什么那么长？<笑>他加快扩吧？加快扩啊！不是，好长哦，比我的还长哎、欸！<笑>他超长的、欸，为什么那么长？他说比他的时卡还长吗？对啊，正常好像没那么长，你要换要不要换、啊？你让我敲一下你的头，我就换。白痴，好，敲吧。 啊！干干你啊，超痛！干报复心好重！你要不要直接塞医疗箱？我有，我刚刚有捡到医疗箱。为了卡酒吧，你可以这样。哇！愉快的交易。没有，因为我捡到8倍，好痛！我把10倍，我直接把10倍丢掉。妈，被打一个变弱智。 你看你头受伤吗？干直接半截，哼！应该给你打身体。我觉得你快跑。打身体啊，就不要了吧。不要玩了。可是这样的话，你的三级头完全没办法忍。为了卡酒吧卖命的男人，这样可以当两枪。把烟丢在车里面。可以啊，你可以拿手让你试试看。